要过春节了，各位有没有为春节做些什么特别的准备啊？有没有要想说帮说宁啊、女儿女婿啊，哎都是不想想有吧？一到春节，终于一家团圆了。对。然后妈妈们特别都想带着一家子一起去旅游。嗯。但是呢，妈妈以前都是跟团游，但自己怎么出去？所以今天我要带阿姨妈妈们来问点问题。哦。哎，如果你正好在春节的七天假期去玩的话，一个老曲啊。对吧？因为大家在嗡出去了，哎，有个人实在太多了。有一个建议哈，阿姨们就是时间比较的自由，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避开高峰期游，比如说过完春节，我们年初六、年初七如果出发的话，可能比较合算一点，而且不想了比较适宜一点，对吧？哎，对个对个对个。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超值国外游，可能让你吃得好、玩得好、花的钱还比在国内的少。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六位超级导游，有两位超级领队带出场，有请他们。美女哎，是的，你的女人缘今天好像表现得比东东好一点吧？对，你们各自介绍一下你们的超级导游吧。哎呦，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呢？首先我介绍一下，来自于美国的 Jason。好帅呀、啊！来自于印度的 Mani。来自俄罗斯的丽娜。哇，厉害了！我来介绍一下亚美尼亚的星星，英国的罗莹莹，意大利的 Corny。直接就是六个国家的旅游攻略都做掉了。对，哇，不用比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从身高上就赢了。选我，选我，选我就对了，好吗？阿姨妈妈是这样的啊，我们这边颜值是最漂亮的，打扮也是最漂亮的，你们回去以后个个都是像这样的。你们口是无凭，让你们的导游真的拿出干货来跟大家分享，而且要满足我们所有的阿姨妈妈的需求。对，阿姨们，你们说说出国游你们的需求都是哪些？节省为的呀。语言交流不通，景色要好一点的，吃得好，休息得好，性价比高一点，要便宜一点的呀。这是什么？就告诉了。我们都可以满足的。而且今天你们可是裁判，我们是大评委，他们每个人介绍一下自己国家的旅游线路，哪里去，什么走位，吃得好吧，不吃得好吧，然后投票选举，好吧，我们呢有一个特别的礼物可以给到我们的大赢家，是什么呢？什么礼物啊？什么？一个超级珍贵、可爱、无敌萌，可以放在手里，非常省一个门子。啥门子？哪门子？我没看到，来，卢小玉拿出来看看。抱枕哟，是晨晨的抱枕、就是说可以把晨晨带回家。哎呦，来来，我们俩拿了一下吧，我们俩分享。你拿真的还是拿假的？我买了一三五给你，二四六给我。那么我们哪个队先来呢？高人一筹就派出我们队最高的一个人来，有请。说到出国，很多人的首选当然就是美国了。看看东东队这第一棒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介绍吧。我先问一下阿姨们，你们有去过美国吗？耶！恭喜东东队开门红，得到高分的12票。而接下来前一队所派出的英国的罗莹莹会有什么表现来攻下这一局呢？可是导游还会跳舞。英国自己请，很快就会了解我。我是罗莹莹，我何不可爱？还有人说我非常的帅。我希望唱歌、说唱、跳舞。我英文名字十分的小丑，不够了解英国文化的你，更写关于女王和 BBC。我抗议，我抗议！他们有加演才艺的，我们也会的呀。女生我也把他夸服了。你看看 Jason 的
给 Jason 的表演就能知道，美国人根本没有绅士男人，还什么？当然，我们英国才有这种绅士男人，才知道怎么样对一个真正的女人。那么说到了英国，平常大家都会说应该去伦敦看这个伦敦眼啊，这个大笨钟啊。但我要说实话，不要去那边。我跟阿姨们说个非常实话啊，那边伦敦非常的贵，人又特别的多。而且车总是堵车，所以今天我不推荐伦敦。如果要去英国，一定要去我们苏格兰的爱丁堡。哦，这里有人去过苏格兰吗？没有。爱丁堡呢，这个城市是像童话故事一样的，非常的梦幻，像小公主的地方一样。如果去那边，我们一定第一个地方要去的是爱丁堡城堡。这个城堡本身就是在一个小山的上面，跟它拍照是非常美的。哦，看了呼吸呀，对不啦？我觉得都很适合你们，因为我觉得每个女人在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个公主的心，到了那边肯定会有很浪漫、很美好的一个过程。这种景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对对。那么看完了东西之后，我们女生最喜欢的就是购物，对吧？那么在这个爱丁堡的门口就有一条街，是爱丁堡最著名的一条街，叫做皇室一英里 The Royal Mile， 就是往下的一条街，所以一点都不累。然后这条街有很多苏格兰的特色，比如说他们的格子的围巾，还有一些小别针可以作为点缀。不知道阿姨们知不知道，苏格兰男人他们都不穿裤子，而是穿这个格子、a kilt， 苏格兰裙子、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光了腿穿穿穿裤子，一般把穿裤子。阿姨，你们点什么头啊？他们不要钱的。穿裙子的男的们，中国北方有小沈阳呀，宝贝，你抓住我呀！没，他去东北旅游也可以看到的。他们是一条裤子腿穿偏了。我想问一下，到苏格兰去那个费用贵不贵啊？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几天前刚刚飞去了，然后一个来回票，我刚刚自己都被吓到了。他说1200块钱来回票，而且不可能1200块钱，吃错了货机去了。没有没有，就是好的飞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到苏州吧，不是到苏州。因为我们刚好是过了圣诞节，然后现在的票就会涨价了，然后正好你们放假是春节，这个期间是最便宜的一个期间去买飞机票过去了。那边的酒店贵吗？阿姨们也不用害怕这个酒店，我昨天晚上也特别查了这个事情，可以找到一个双人房，400块钱都有。而且还有这个浴室，什么都有。而且爱丁堡买东西怎么样都是比伦敦便宜很多。哦，这倒是真的。而且我推荐大家可以订一下他们的这民舍。我在爱丁堡的时候就住在一个苏格兰老爷爷的家里面，就是一间房间，有浴室，所以还有早饭，就是他们的当地人给你做的，自己家里面吃的早饭，环境也非常好。大概算下来也就是500-600块钱。阿姨，你不要过得走哎。嗯。估计还要讲英语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对，语言不通，我们不会说英文呀。这个没关系，这个真的没有关系，因为爱丁堡看的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语言。如果你真的想听到普通话的话，你去爱丁堡城堡的时候，你可以借一个这个中文的翻译机器，对，它有一个小的挂在身上里面的，对，所以非常方便，可以介绍各种苏格兰的文化、城堡的历史，都非常好的。阿姨，我们千万不要害怕，这个语言的障碍是阻挡不了我们中国人出去看世界的。对，但是欢迎光临，恭喜发财，没有问题。哦，对，我听得是阿姨。哥们，阿拉到米得有啥好吃的么子呢？吃的的话，这个问的特别特别好。我们看一下，中国人最喜欢吃。那么正好是我刚刚说了维多利亚街彩色房子的地方有这个一个小店叫做 oink oink， 这个 oink 店就是你再发一遍那个饭店名字叫什么 oink oink oink， 你刚叫 oink 就变成 oink 哦。这个店就是我们苏格兰本地的烤猪肉饼店。
哦，哎呦，根本咱来吃过呀，肉夹馍的。有一点像肉夹馍，但是它里面也是有点脆脆的，也软软的，里面还会加一些苏格兰特产，这个羊杂叫做哈吉斯。哦，所以它的味道会跟中国的有点不同。另外呢，如果阿姨们不想花很多钱，可以省点钱，可以去这个菜市场，本地的菜市场会有很多吃的，比如说下面这个苏格兰式鸡蛋。里面就是一个鸡蛋，外面就是猪肉，然后包围了是有一点这个像面包碎碎的 breadcrumb。可以跟蛋面里啊，跟新红心蛋、红心蛋。有的哎，这个蛋好上去。蹦鸡蛋，蹦鸡蛋。这些吃的东西价钱怎么样？这个猪肉饼是大概40块钱一份，鸡蛋像10块钱这种，然后在这个菜市场，人民币还是英镑啊？人民币，人民币。然后我建议还是去菜市场，因为这样你可以尝尝。几十种不同的东西。哎，哥们，阿拉来看看到爱丁堡一共几天好啊？几笔总账对不啦？哎，实惠，哪能实惠法子呢？人均5000。那么你们想不想去呢？去，我去啊，去去，我们一个团队。哦，已经都组团都组好了。可以吧，姐妹们？所以女人更懂女人的心啊。你们这个推荐非常成功啊！年轻人男小薇喜欢拉斯维加斯，女小人哎呦阿拉搿能样子去看风景，拍拍照，听听妈妈们，你说好不晓得吧？干嘛要来聚聚的？咱们来聚聚。